近日袁方舒在长沙看到了李玟，当天李玟梳着性感的波浪长发，身穿白色连衣裙，造型十分性感的。李玟拿着机器查看回放，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来到李玟身旁，李玟抬头与工作人员沟通拍摄细节。李玟补好妆后，拍摄也即将开始，音乐一响，李玟立刻起范儿，跟随音乐唱歌，闭着眼睛看起来十分陶醉呀。